梅斯投篮时间不多了，给高尚中距离，哎呦厉害！的状态啊，没有像去年那么的令人瞩目。好球！高尚非常漂亮的空切，张成宇球到人到，两个人开场4-5的局面，大范围转移给高尚，好球！高尚单打了巴赫拉米一个，高尚现在呢追到1分分差，高尚急停高难度中距离，自己给自己加难度，但是还是能投进。依然是前场球，高尚手递手，张成宇进攻时间不多了，翻身跳投，好球！第一时间再扣给希克森啊！今天进攻整体性上啊，其实同曦还做得更好一些。高尚篮底，高尚这很多球员都充足的时间啊。刘春楠这个球还不投，太耐心了。哎呦，这个球最后高尚打进其实是有难度的。刘春楠给苏伟没法攻，高尚自己往前运着投，好球！高尚这样的前倾投篮去找板儿啊。青岛队换上了苏伟时间不长，现在又换回田家夫。今天高尚借助篮板的得分效率非常高啊。高尚今天找板的感觉非常神奇啊！梅斯投篮时间不多了，给高尚中距离，哎呦厉害！张成宇球出的很快，高尚直接篮下打分，又是一个小打板。高尚今天真是跟打板特别亲啊，11-107。青岛队守住了自己的主场，拿下了这场比赛啊。联赛还有两轮，两支球队呢恐怕也都是处在一个无欲无求的状态。